七月开始的暑期档，由徐峥主演，青年导演文牧野执导的《我不是药神》，五一给暑期档带来了开门红。该片于7月5日公映，上周末《我不是药神》全国大规模点映，两天拿下4928.36万，跻身周票房榜第5名。7月3日，凭4757万点映票房，夺得内地单日票房冠军。目前点映累计票房已达1.08亿元。有影迷说，看了《我不是药神》，脑袋都哭炸裂了。这部电影真的是国产影片的一个进步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